加盟啊！呢、這個位應該係係啦，冇錯，直接 lock in 加盟，跟住宙斯呢個位有啲咩可以攞啊？球女啊，係啊，球女 rail 誒、哎、好 pick rail 係靚 pick 嚟嘅，因為佢可以 flex， 可以係 jungle， 可以 support 呢度，可以即係藏下招查對面點揀先。咁呢一度啊，輪到 LNG 解題啦，對面有瑞兒啊。揀阿奇啊，揀阿奇。OK， 加拿呢度揀咗海沙。嗱，我想講咧 ，Gumash 有一個 pocket pick 嘅，我覺得佢可以玩達瑞文。即係如果佢真係冇解題方式嘅時候，佢係仲可以玩達瑞文。咁所以 ，OK， 揀沙皇 ，Skull 揀沙皇。OK。咁啊，大家驗證下，睇下係咪我所講嘅沙皇嗰個順位提啲，即係降低啊。OK，lock in 咗 Aatrox。咁啊，上路冇乜角色剩翻噶啦，基本上阿薩斯啊，阿薩斯冇咗，藍寶冇咗 ，Jax 冇咗，基本上係只係剩翻一啲即係弱啲嘅角色。係啦，悟空都勁啊，呢個位我覺得啊，不過佢唔知佢 rail 係乜嘢，係 ban 阿菲利歐，即係 ban 曬你啲 T1 AD， 呢個位應該會撳多一手。誒 ，Sana 湯肯奇可能要撳 Sana， 唔係可能要撳湯肯奇，或者瑞拿坦啊，唔係瑞拿坦冇咗，應該 Sana 湯肯奇。或者波比、瑞空 ，OK， 瑞空，撳埋瑞空。咁啊，呢一邊 AD 冇乜選擇噶啦，沙蘭湯肯奇，因為就嗱，如果我覺得可以揀沙蘭湯肯奇，其實佢哋呢個陣係啦，冇錯，完美預測。其實呢一手好似揀湯肯奇先好啲嘅。哇，機械人，靚 pick， 靚 pick。機械人係 counter 湯肯奇，因為你就算勾中咗，你都冇辦法即係幫佢含。跟住揀咩啊？呢度哇關喎、哦！哇呢、這個應該係世界賽極少有嘅關嚟嘅，因為呢個係好明顯第一次揀，冇乜好揀啊！咁你哇哇哇！嗱、哦哦、你。可以聽下我今場呢個理解啱唔啱啊？就係話呢個直接入心紅區，做好只紅反對面嘅濕毒雀。咁啊，基本上嚟呢一度逼咗他神向上半區清啊。綠雀跟住藍 buff， 跟住食 grump， 唔係好賺啫喎。差下 Q， 哇！佢普攻多 Q 就死咯呢度。我話我沙皇前期係垃圾啊，完全唔夠打啊 ！Seka 控到條線，控唔控到？控到，控到，控到，控到！又跑車塔前，要再推多一波咁樣。哇！玩得好好啊，對面上路大鑊啦！呢個位翁啦，宙斯要死啊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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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逼閃，開大嘅加速拉 E 技能，但係俾人換到呢個位。哎呀，扭住下一下，但應該都死啊！呜、哦。Too bad， 條線通得好好啊！呢一度，煩啦，咁啊 ，owner 開預設者啦，八分鐘過到嚟中路，應該唔可以直接開住啊，因為好啦，兩邊都到啦，上路要打波三打三啊，但係你下路唔換上嚟嘅，點解？中路有線權嘅，不過呢一度應該理論上係爭得到嘅。Scout 嘅位置。Skull 嘅位置呢度有機會嚟一波靚推啊！阿奇推空咗喎，推唔到 Faker 喎 ，Faker 呢個位捲到秒加盟，跟住呢個位 Faker 應該都要死啊！追上去有冇機會？呢個位 Faker 仲有閃加個 QW 緩速，但係對面開一個 Granis Immuna 無敵咗，咁啊食翻最後食預示者，空大喎呢一招，即係 Scout。仲有啲人話同我講沙皇勁啊，唔好玩啊，大佬打唔贏啊！我講咗沙皇 priority 實世界，我講咗沙皇 priority 實會低。睇下 Scout 呢入到嚟，淨係推到一隻宙斯，哇 ！Faker 係純靠走位被沙皇帶嘅喎，好鬼靚啊！佢純係行咁樣避嘅喎。預設者再撞中路。想推 Scout， 哇哇做咩啊 Scout？ 大技撞走人，逼到自己閃出嚟喎，食多神塔層，我咁樣可以反開 Faker， 仲有閃喎，但係真閃咩？卷過嚟要秒殺咯，哇！上路再嚟一個，哇！
一个单杀，哇 ！T 1而家大举进攻哦，中路连送两个头，跟住上路再送多粒，跟住俾 Set 宙斯咁样攞塔层发。睇下上路先，呢波 Q 一 miss 咗 ，Q 二 miss 咗，直接开大技，扭哇走位避咗，走位避咗大技。一嚇，我去初級摸劍啊，已經咁解擔贏啦。T 一唔係解散 ，T 一係重組。呢個位 Scout 入場真係好戇居。Scout 係點解要咁樣？仲係向前推，又唔係諗住推人入塔喎？你憑咩咁樣入去啊，大佬？你當對面傻啊？人啊 ，nerf 完喎，仲可以咁樣出咩？定係佢真係咁 priorities 嗰一下無敵呢個位中路？W 空咗 ，Gumayuchi 可以依隊友，哎呀，哎呀靚啊！對面玩得好好啊，空其實都玩得好好啊，想追 Scout 逼咗招 E。第二條預設者玩得好好、啊、喎，呢、這個位空選擇扮開 AD， 然之後拉 support， 逼咗對面嘅閃出嚟，玩得好好。不過我識係 not enough。第二條預設者。基本上你食咗第二條預示者咧，你就可以預呢一個係三龍嘅節奏啊！因為一陣咧呢一個三龍嘅時候，佢哋會將預示者交中路，然之後搶河道，所以佢會有一個位置地形上面嘅優勢啊！咁啊，慕黑食 CD 唔會啊，慕黑應該係飲血戰斧食啲啊，因為飲血戰斧個神話被動係減 CDR， 所以冇誒、你如果計 CDR 嘅話，一定係。飲啲戰斧會勁啲，妖，古元裝叫女妖咩？女妖啊，自己女妖。Q 三宙斯開大技，扭咗普攻，走位避咗大技，開始唔夠打啊！呢個位關幾好，關幾好打阿薩斯啊 ，OK 嘅，呢度有一個有個理解喎。TP 呢個位想 dive 嘛，咁啊由佢俾佢咯，食火龍雲啦，梗係唔抵啦，你咪食你咪食咯，就算你死宙斯都冇所謂，仲有閃 EQ 唔開大，哦咁唔賺喎。咁蝕到飛起喎！你蝕到，哇！但係你有你有咩喎？有賞金，但係你土龍雲喎、啊，值咩咁樣真係 ？T1 攞翻一座塔，再反反石像，唔係好賺嘅，我覺得咁樣。我覺得 T1 賺啲喎，咁樣。尼拉好鬼勁，佢會戰嘅時候。我自己打過回啦，尼拉嗰啲對面應該會出減治療啊！如果唔係尼拉會拯救世界，真心對面如果唔出減治療嘅話，好難打。呢個位保預示者就撞多一座 ，OK。視野個河道好大鑊喎、啊！呢波點解佢咁遲嘅入得？即係想轉中啊？定係？好遲喎、啊！呢、這個兩邊搶中線。阿奇開始有料，阿奇而家十四咧就變翻以前舊版有用阿奇二，哦打殘破皇后出嚟，直接推中放龍俾佢，哦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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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真心咩？企得有啲遲嘅，但係食到1300几，重到哦土龍雲咁冇啦，入嚟尼拉收曬，大技捲兩隻，阿奇反開推，哦 GG， 哎唔係喎 ，Sika 仲喺度收割緊喎，有關喎呢度，但係有冇機會 Gumayuchi？哦，宙斯機械人拉咗過嚟，直接 Q 2秒就呢啲，冇咗呢場。Telecom T1 唔係 Telecom，sorry， 而係 T1 has slain Baron Nashor。哦，啱啱其實康揾都，其實機械人都玩得好好啊，佢勾中咗奧利安娜，但係球隊有嗰個雷妖面紗，價值千金。你睇下啲機械人，一嘢拉過嚟，棍啊！佢好上到嚟 ，Faker 點緊塔，就算喺隔離俾人開到啊，有啲危險，大鑊佢冇閃啊！呢個位開大技招，加速想拉開，普攻咗一下，呢個位仲想喺度操作 Q 二，哇 Q 閃 fail 咗，呢個位，哦拉中嚟，哇，機械人拉中佢喺入邊直接打後排 Q 三冇啦，拜拜 ，GG。佢將 Q 三緊嘅宙斯一嘢拉入嚟，跟住喺人群入下，
26分鐘13比2壓倒勝 T1 勝出。今場係 Jax open 咗 ，Jax 係非常之強勢。哇！茂海樹人組合唔勁啊，但係茂海樹人真心咧，呢一度如果 LNG 唔揀 AP 角嘅話，我係 T1 我就會 ban 你離可，我就會 ban 你海能加藍寶，啊唔係冇藍寶添，我 ban 你關，所以呢一度佢一定要揀 AP 角，佢呢個呢一手可能一定要揀關。如果唔係下輪冇得再揀，鱷魚真心咩？係啊，一定要揀關。喂 ，Tway 都 OK 喎，哇 ，Ferris。Let's go T1， 多真好想見到佢哋贏。Let's go， 哇！所以小兵冇 A 佢。刀鋒之炮，刀鋒之炮，點點點點點點點，插埋下路隻眼。刀鋒之炮，都俾人 dive 喎，大佬要死喎，飛卡哥，卡哥唔好啊，卡哥。懵然不知啊！呢、這個位茂海嚟到交閃係嘛？醫一下，閃現拉開。OK OK。哇！真心咩？佢冇交醫嘅。哇！靚 dive 呢波 ，Faker 好貪心啊！佢想食埋塔下邊嗰波線。誒、哎，呢、這個位 owner 屋企斷咗回城。TP 交中 ，scout 呢個位置冇閃啊 ，Faker 所以殺唔得到。兩隻冇位移 AD， TP 落嚟呢一度捉得到 Tarzan， Faker 捉加拿係嘛？加拿有冇閃啊？有閃嘅，中個冰箭啊！但係淨化解咗 ，OK 向後拉翻開 ，OK OK 對面逼個對面嘅 TP 出嚟可以 TP 換 TP， 第二條龍，但係呢一度佢哋扣係淨係用咗招艾希大啫，佢哋開龍可以打龍戰呢個位。想綁貓騎綁唔到，大技永槍又 miss， 呢位要交死啊 ！Tarza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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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靚靚靚靚靚靚靚，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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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直接開龍，呢一度孟海冇閃，睇下啦，唔該，唔好係封龍，唔好係封龍，唔好係封龍，唔到接貓騎大，呢個位綁上嚟逼個 scout 招閃 ，OK OK 靚，再追蹤落交預示者 ，scout 呢個位冇乜摸啊，但係佢哇直接開，真是咩？唔夠傷係嘛？俾唔到傷個 Faker，OK OK，W、okay, 上嚟秒咗，哇好惡個 T 啊！啲傷害計算好精準啊，同埋佢知道你冇閃嘅就嗰個 scout 冇閃，直接喺塔底 dive 嚟，哇好有自信啊，打得傷害計算精準。呢、這個位估 Mitchell 可能要死啊，有閃俾人 charm 中咗，關落到嚟應該要死啊呢度，開招大技係啦，清一清兵啊冇啦，炮死咗。咁但係上路喺宙斯啊呢個時候咧係無限食塔層，三層啊兩層啊。Tarzan 俾人真眼照咗出嚟，落咗嚟 W 中咗，反 Q 跟住接呢一个宙斯嘅伤害，俾人秒咗啊！宙斯好残，闪现拉开，个 rail 入到嚟，跟住 Frost Chain of Culture 绑中三件，有啲料到啊！呢波会战关落嚟啦，呢、這个位 Faker 同埋关齐落嚟，永伤定中咗，偷猫骑大技 Faker 呢一波开始扑架两边绑 miss 咗啊，但系接咗呢一个树街钢弹啊！咁啊，打殘咗對面，但係似乎喺呢一波，哇 ，Kira 嘅位置冇閃嘅呢波，佢係好危險啊！但係佢冇乜傷喎 ，Scout 咩？好啦，三龍 show point， 係啦，呢場過25分鐘應該 T 一收皮。好啊，嚟啦呢度 ，Owner 中路有線權啊 ，Guma Yushi 呢一度就是亞非利歐唔可以輸啊 ，T 一只有 T 一只有。只要輸一波會戰俾加拿收割得到就輸，所以哎呀中了一下撲架，宙斯個位好靚喎，但係入咗場呢、這個位吸到宙斯 Q 空 Q 一中 Q 二加拿大殘，宙斯呢個位唉撲架加拿收咗一個人頭600刀喺度轉緊，但係呢邊好似會戰打輸喎 ，T 一大舉進攻，塔神俾人打殘咗喺雙 AD 嘅威力之下，宙斯呢個位壓到塔神殘咗，但係冇 jungle 可唔可以食龍啊？好唔好開龍咧？冇 JG 喎、哦，開咗。OK， 塔神大殘，應該可能會，但應該唔會同你。誒、哎，接交 TP 想爭我呢邊 LNG TP 下路，想爭條龍喎、哦，唔係喎，
Scout 呢個 TP 係咩意思啊？我想問。 呢個宙斯繼續撲緊 ，Seka 跌咗嗰個神話裝備效果出嚟。關都係少數會出呢件神話裝嘅人，冇其他人會出嘅。法師又唔出嘅嗰件黑夜，打真傷嗰件。係啊，利維坦咒怨冇錯。好啊，呢度下我直接下搶下路線權，係咪可以遠古龍 ？Scout miss 咗，冇事嘅。D1，OK， 知道俾人 flank 緊 ，Carrier 直接兜後。 安全嘅位置 bait 到對面喺野區，俾人控住咗 ，owner 殘咗，得翻半血，有啲危喎呢一波，食翻下野怪回一回啊，跟住開始撲啦，加拿絕命一搏，呢一邊可能會輸啊，因為你輸咗會戰，對面下路直接一波 GG 到底啊，所以好呢邊 LNG 唔係冇機啊 ，Seka 呢度上路俾人送 out 咗，兩邊互相搏，都兩邊都唔想搏遠古龍，宙斯俾人開。 大技控到底，跟住但系反身 Q 中咗，要死咯 ！Scout 冇识黑人向前追，跟住呢位援速吸得到，再嚟再 Q 2 shut down， 跟住呢一个位宙斯再追上去冇啦，呢、这个应该收割到底啊 ，double kill 啊，阿萨斯就咁攞到一个，跟住呢位 owner 再打残咗 Malkai 啊，控到底，宙斯再追向前追，呢度想清兵，但系再加埋招闪 Faker 已经系完全冇理呢啲咁嘅人，直接去中路推线，应该再加埋个 TP， 宙斯 TP 中路一波 GG 到底。 Oh my god， 2秒知唔知道？食埋啫。傑西啊，上路傑西打鱷魚都得嘅，打撲咯，打撲陣啊，如果咁嘅就。OK OK， 撲陣。知唔知就要跌啊嘛，因為。 啊！邊個喺度迷信沙皇好打球女真係低能鼻，頂唔到啊！呢度頂唔到槍，空啊！哇！打唔到個被動出嚟，大鑊要俾人單殺，可以加速拉開呢、這個位，仲想追被動打出嚟，食埋個盾。OK， 兩邊jungle，但係球女有線權喎、哦，支援過嚟閃頂，有重擊食埋 Q 普攻被動。 哇 ！JG gap， 哇！呢个位可唔可以捉埋 ？OK，OK， 喂，唔好回住，上嚟啊，上嚟，翁牙嚟到，哇！Sector做乜鬼？晕到 ，W 上嚟闪 ，Q 换咗，宙斯 Q 多下，冇意啊，撑一下，哎呀，逼埋咗闪，翁牙 carry。 What？What？睇好似啊！哇，呢波 jungle 拉扯，Ona呢个位血量有啲残，我本身以为佢死啦，呢度猪女劲痛，但系佢开一个即系跑速拉开，打咗天赋出嚟，跟住呢个位 ，Tarzan 慢慢向下拉嘅情况之下，捉到机会，哦，一嘢轰落去，轰啊！ 豬女倒地不起，唔該幫我打俾 Petta。好啦，呢個位下路落到落嚟啊，Ona。但係呢個位加拿好似有得操作喎 ，Kira 空咗E，空咗 Q， 呢一個位 T1 會打唔贏 ，Ona 要向後拉啦，打咗個加速被動出嚟。OK， 呢波小蝕嚇 T1。OK， 哇靚！但係依然啦嚇。 好啊，最快嗰条龙魂已经冇咗，今场系好好嘅龙魂。好啊，落到嚟呢度 ，Tarzan 有晒眼睇到。落到嚟，Kumayushi录咗 ，Kira 未上录，会俾人 die 把下路一波四甲二，选择咗扑，跟住大技球女绑咗 Kumayushi 冇交闪，用咗恶意收购啊，咁啊复活咗，撑一下，冇死到啊，咁好可惜啊，呢个位 Faker 嚟到啦。 大技嚟到我要收購塔底，再加 Faker 一推推兩件，直接喺塔底，但好似唔使死喎。呢一度唔係好夠傷喎，波比嚟到啦，冇事，有閃普攻接 Q， 重擊 追唔到，打唔到大技死咗，撐下被動，死唔死啊？好似唔使死喎，再加個加速球女，哦，爭少少，可惜 Faker 有冇 WEQ？ 點解 Faker 跟唔到傷咯？同你講舊版嘅阿奇就已經殺到啊，因為新版搞咁多大龍鳳，結果係死咗一次Guma Yoshi。呢一波處理好可惜，佢冇用閃避到球女招大。
呢度惡意收購，撐一下，康閃現俾打機。呢一個位姑媽，呢個招惡意收購好鬼靚，跟住推兩件。不過方向可能唔係幾好，如果佢再推向嗰個塔嘅右邊推會再好少少，但係冇計嘅真係。咁啊，結果換咗招閃 ，Kira 有冇死啊 ？Kira 冇死，結果死咗姑媽時就蝕咗好大波兵啦。佢呢度又殺唔到家，呢波係小蝕啦。豬女再嚟一波故技重施，直接綁 carry 啊！呢波冇大啊，有大有大有大，加個招 E， 一個 chain of corruption 打殘咗，再加一個破甲戰觸發被動三下，再執翻打 E， 觸發被動。Guma Yuchi 撐一下，仲有冇惡意收吸？哦 ，solo kill。阿奇爾啊，中路已經係輸30 CS， 呢個位頂到 support， 係對面豬隊嚟到，佢有呢一個天賦加速拉翻開，反推唔係推推唔到噶啦，寶冇諗咁多，你就算推到你都死啊，因為咦又有龍魂喎，食唔食得咧？水龍豬隊咩血量啊？豬隊血量好健康喎、啊，呢一度有啲矮矮地嗰啲波龍，1700血食唔食到咧？1300食咗，拉唔拉得開？呢度加拉應該會上開，禁固咗阿菲利歐，波比大技除走 ，miss 咗大鑊。呢個位惡意入場，惡意收購，擋住咗三個人。呢個位走唔走到啊 ？Ona 死一陣應該冇乜問題啊。波比係啊，死啊死啊死！我開個 W 冇啊，咁啊死咗。但係龍換一個人頭，跟住宙斯食成座上塔係賺嘅 T 一。呢度見到豬女。我住落到嚟，喂呢度都死嘅話好大鑊嘅喎，呢波唔可以死嘅，會俾人 dive 喎。宙斯冇 TP， 阿奇爾冇 TP， 呢一波有啲危危乎，有 Chain of Corruption 兩隻都有，一 support 冇閃 ，AD 有閃，但係冇可以收購。誒呢個位綁中咗，我如打殘咗，一個控到底就要死咗，豬女都殘啦。呢、這個位阿奇爾仲可以 WEQ 追，係啦冇問題，一定要交得好好保守啊，再加一個 W 普攻 ，nice double kill。翁牛玩得好，真心系推推唔推？推推咗，呜、秒杀，大技都开唔到出嚟，即系佢会 bait 对面嘅技能，对面有机会可能交闪或者乜嘢，一个波比落到嚟，两双 TP 想捉 ，Scout 直接用闪现拉开，翁牛一个大技开两个 Faker 入场，一挂炮轰落去，直接轰两只 Scout 再加个 Q 轻松啊，哎呀，但系 Faker 弹死咗，有冇 shut down 嚟噶 ？shut down 啊，好似系啊 ，shut down 咗，可惜。哇 ，Faker 咩装嚟啊？呢个喂，呢个位豬女上到嚟，俾杰西一个 Q 拉开，阿菲利欧嚟到啦，呢波应该会溃败啊！可唔可以？哇，恶意收购，靓啊，完美恶意收购 ，Faker 入场 ，OK， 佢唔闪推向前推，呢个位球女大技卷唔卷？唔卷，龙魂食埋啦，呢度 T1， 哇，仲去追啊，好恶喎 ，Faker。哇哇，蚀到爆炸，中路开预示者撞，哇喂，打断佢回城啊！哇，蚀到飞起啊！呢度嗰啲波 ，LNG 蚀到裤都甩埋，多撞多撞。阿奇用起塔，跟住咁样，哇 ！LCK 嘅最后荣光，大奇呢位捉到 carry 啊，探草啊，有大镬 ，W 咗自己，唔够伤啊，好似冇死到啊！Not even close， 真係好快嘅打白龍組合力，再加傑西，有真眼都冇用啊！唔好唔該，唔好 throw， 球唔好 throw，carry 啊 ，Q 打走個豬女，得食到呢個位想打回戰定係點？直接閃頂咗個 AD， 跟住呢個位 Milio 直接一個閃現啊 ，Milio 直接大技救啊，做呢個阿菲利歐，然之後咧就傑西，跟住中路 Faker 喺度帶，想捉 Faker。大技推走 ，WEQ 拉开，冇死。球女嚟到，仲有闪啊 ，Faker。OK OK，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呜、杰西，呢啲先系伤害嚟啊嘛，你睇下 scout 嗰啲系咩嚟啊？博士，今场博士唔系出扑喎，今场博士系出呢一个鬼索嘅套路。杰西四件装，三件装落嚟打鳄鱼，诶闪咗，有冇打赢咧 ？Seka， 先选鳄鱼 ，by the way， 佢一棍啊，宙斯，
保重咗 Sin of Corruption 俾呢一個 Middle， 但係佢改咗 Faker， 完全係冇諗住同你喺度即係反駁嘅，直接係無腦企喺度站 A A 撚爆個塔。好啦，呢度兩路兵營好穩啊，呢度仲唔反撲啊？即係 LNG 冇嘅咯喎，咁樣等輸嘅啫喎。It's ridiculous. It's like 20 shock blasts in a row that this guy has hit. He's more than dead. This guy is just having them down. 想一套 all in 啊呢度，但系根本未回城啊 T1 呢度啲人，出入嚟推走阿 Video 死埋，冇路 GG。三比零，红方全胜，仲想清兵。加奥卡求其 fit 个大技，扮有做嘢 ，GG。Nice， 結果啊 ，LCK 嘅最後希望 ，Faker 同埋個 T1， 老將 Faker 同埋佢嘅四個隊友，宙斯、Ona、Guma、Yuki 同埋 Carrier 係成為咗呢一個今年八強賽 LCK 嘅唯一一勝啊！以3-0壓倒勝戰果，紅方破紀錄全勝啊，進級四強，恭喜！